马上到国庆假期了，教你一个惊呆小朋友的魔术。橡皮筋到底是如何穿透手指的？没看清楚，我们再看一遍。橡皮筋从食指和中指瞬间穿透到无名指和小拇指。好的，马上开始教学。先准备一条橡皮筋，把橡皮筋套在中指和食指上，然后把橡皮筋拉长，把大拇指伸进去挂住，然后食指摁住中间的位置，大拇指再把橡皮筋折过来顶在无名指上。这个时候只要把食指的外面这条橡皮筋慢慢的松开，仔细看，橡皮筋在外面看起来就像穿透了手指一样。我们再看一下观众从后面看到的效果。